医生说你要多休息，这样对伤口恢复有帮助。从你伤害千千的那天起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杀你是我的主意，有任何不满你冲我来。老大，你到底跟公司怎么了？张晨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随时愿意帮忙。绝对锋线是我的心血，不管我跟公司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不会放弃他。老大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你把新的服务器登录密码发给我。好。你终于来了，上次你跟我说的事情我决定按照你说的去做，既然他对我如此绝情，那我也不用再客气了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最喜欢这张，拍出了我最佳的角度。芊芊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当然不开心了，年度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游戏的人设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，还有那个艾米，她身上的木马我也一直都没攻克。南宫，我早上绑的绷带不太舒服，你再帮我绑一下吧。嗯。怪你让南宫不高兴了。我去帮你拿绷带。等等，刚才阿东说的话别放在心上。你把我叫过来就是说这些啊？我不想你有负担。这个游戏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，阿东和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总算可以代表公司去参加比赛了，而且高层还那么的看好，就连淘淘也可以因此接到一份代言，所有人都在进步，好像只有我在拖后腿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本来还可以重新设计人设，可小八没有删除，他一定会搞破坏。芊芊，实在没办法，就让我回游戏吧。南宫，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？无论怎么样，芒果公司一定会推进这个游戏，我们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个就是病毒程序。它真的可以摧毁游戏吗？嗯，
给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搞定，警报解除。已经把我和小八的程序彻底分离了吗？对，只要阿栋把木马程序解除，就可以彻底把小八删除了。现在只差解决主角人设的问题了。南宫，你要相信我。芊芊，我相信你。他们肯定把你的程序和南宫解绑了，等到木马破解之后，他们重新把你删除。现在你已经和南宫分离，已经无法将你体内的病毒传播到南宫那儿。只要南宫安全，他依然可以把他体内的核心数据导出，重启炉灶。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让南宫也中毒。芊芊，欢迎归队。我知道你在休养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停止工作。是这样，这一次游戏大奖赛之后，我给你放一个带薪长假。谢谢张总。最近跟高层已经开过会了，他们对完美男友的时间线给出了明确的指示，正好我们沟通一下啊。大赛还有半个月要递交作品，到时候提前一周你要把可以测试的版本交给我，公司会给出测评意见，你根据测评意见最后完善作品。有问题吗？我尽量按时完成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如果人手不够的话，公司技术部任你调配。艾米，南宫，艾米，艾米，你怎么了？艾米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对我好的。你误会了，对于任何一个可怜人，我都会这么做。你也饿了吧？啊！
喂。哎呀，南宫不见了，他应该是被带走了。前锋，稀客呀，怎么不上去坐坐？你快把南宫交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南宫呢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刘芊芊，人没了你该去报警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哦，我忘了，他的身份好像不太方便报警吧。你这个人渣。刘芊芊，我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一场情分上，不跟你计较这一巴掌。如果你要是继续发疯的话，别怪我马上立刻报警。我跟他可不一样，我可是有登记的良好公民。耶，不要冲动，不要跟这个人渣一般计较，我们自己去找南宫。你对我怎么样，看在阿栋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你要是伤害南宫，我绝对饶不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要赶快杀毒，不然我怕就算找到了南宫，芊芊，南宫肯定会没事的。你醒了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难道你都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弄晕你，又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心怀不轨，有什么值得问的？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你的身上已经被我们植入了专门为你研发的病毒，整个游戏都会被殃及。刘芊芊如果想要保住游戏，就必须删除掉你，彻底的删除掉你。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开心吗？说完了？没说完。南宫，你伤了我的心，我要千百倍的讨回来，我也让你尝尝被心爱的人背叛的滋味。你等着，刘芊芊终将会为了她的事业，为了她的游戏，彻底的牺牲掉你。哼，我等着看你们的戏。我心甘情愿地为芊芊牺牲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。
我还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南宫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相信我。我记得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实力，可是这回真的不一样。我不会同意删除你的程序的，绝对不会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芊芊，我支持你，我们一路那么多困难都走过来了，我的能力也不比他简峰差吗？南宫，你一定要相信芊芊和阿栋的实力，他们一定能把病毒清除的。只要我想，整个芒果的技术团队都会为完美男友提供服务。你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会清除病毒的。愿意转动转身，再见。